得佛辩才，辩才者，善巧宣说法义之才能。啊，这里边最重要就是善巧。啊，特别是善。这个善是赞叹词，不是善恶的善。啊，赞美他，赞叹他，说法利生。啊，这种才干呢、啊。佛法世尊在大乘教里边给我提醒我们，有了义，有不了义。那什么是了义？佛说的一切法没有意，完全是从自性里面众生有感，佛性有因的，那佛性就是自性，就是法身。那自性圆满具足无量智慧，所以智慧不是从外来的，外面没有智慧，啊，智慧是从自性里面出来的。慧能大师开悟时候所说的第三句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能大师所说的具足就是这一句，具足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的、相等的智慧的能啊，道德能力相好，都是究竟圆满的，究竟圆满的智慧。究竟圆满的德行，究竟圆满的能量，究竟圆满的相好。那相好到什么程度？像观经上世尊为我们介绍弥陀报身，身有84000相，不是32相，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，每一个随行好放84000光明，每一个光明里面有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在那里做佛事，佛事就是讲经教学。没法子想象啊，报身啊，报身里面现整个宇宙啊，啊，用佛法的术语来说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在哪里？
在报身里面向好的一分里面完全显示出来。那么这一桩事情到极乐世界就证明了。为什么呢？完全享受到了，你得到了。